是极好的。重爱卿，军士高帅富，重爱妃君是白富美。但是，请你们记住，事业有成的、当领导的，往往都是矮矬穷。我们的领导是矮。因为法律只评价客观行为，而不关心主体形象。最后一刻，我们应该一起回忆一下浙大精神和浙江印象，好不好？好。朱校长曾经问过两个问题：到浙大来干什么？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？你们说到浙大来混，将来要做一个混混。但是浙大毕业生不能做个小混混，要做个敢敢恨敢裸奔的文艺混。潘亮超同学有这样的气质。去混，中国最需要普法的地方是中南海。我希望将来有一天，你们都到中南海里面去做个大混混。假如有那一天，请记着把浙大求是无畏的精神刻在中南海的每一个角落里。要不然朱校长会去找你商量。老校长可伤不起呀。紫金港、西溪、玉泉、之江，浙江大学每一个校区都带着水字。浙江二字一半是水，所以浙江大学是中国最水的大学。但是我们的毕业生绝对不能做水货，我们这边不能做富二代，我们也不要去当屌丝。事实上浙大绝对不是水校，在各大排行榜当中我们常年排名第三，在江湖人称小三。这种小三精神也是浙大人特有的人生哲学，只做不说，明知没地位，坚信有机会。而且，在五苏联的流行排行榜当中，浙大已经排名第一，至于你们信不信，我反正是信了。其实第三还是第一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浙大从来没有二货。但是即使有一天浙大二，我们也会死心塌地的爱他，这就是母校。浙江校区是最美丽的（括号白天）最恐怖的（括号晚上）。紫金港校区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。大一的女生数量多，质量好。玉泉校区是一个来了还想再来的地方，功课猥琐男，钱多人少，好玩。
交车，却像你们的校园爱情一样，总也等不来，即使来了也到不了终点，总得中途换车，而且不止换一次。芝江校区是猫的世界，光华法学的院徽的吉祥物应该是光华猫，我们的领导也可以称为猫娃。但是浙大校徽的标志是求是音，校长看到我们的这样的院徽设计会很生气地问我的鸟呢。我们需要用它寻找光明。当然，猫头鹰精神还有另外一种，能走猫步，能干鸟事。大学和监狱有相似之处，进来的时候要学习做人，出去的时候要好好做人。你们四年或者三年两年的有期徒刑里，有的人是打着游戏度过的，有的人是打着 case 度过的，有的人是打着酱油度过的。不管你们曾经打过什么，今天你们统统刑满释放，出去后要记着，得人品者得天下，要以德服人。最后，请让我以老师的名义说声，真的爱你。我也爱你。常回来看看学妹。